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洁面后的护肤步骤。一、化妆水。化妆水可以起到二次清洁的作用，还可以打开毛孔，帮助其他营养成分的吸收。二、眼霜有滋润的功效，可以减缓黑眼圈、眼袋，还可以淡化皱纹、细纹的功效。三、精华液，通过化妆水打开毛孔，可以得到更好的吸收，有防衰老、抗皱、保湿、美白、紧致的效果。四、乳液，补充水分，补充营养，乳液中的油分可以滋润皮肤，使皮肤柔软。五、面霜，可以将精华和乳液中的水分、营养锁在皮肤里面，按照这样的步骤搭配使用，是洁肤后护肤的最好方式。